啊，前总统不爱参加国庆日，我完全会当体谅伊的心情。我想的，在这一次民进党国庆日的时候，大家误会赖清德，你有认同中华民国的宪法？你有认同中华民国无？你有要甲咱中华民国永远站伫中华民国立场来替设想？你来想看卖咧，伊是国会上面话的人，大家会当去想。会不会引来更多更多的两岸的冲突？我们要好好的想想。尤其很多的标志，让人民对国庆日习惯呢？国庆日不是要好好的升中华民国国旗，好好的把标志讲清楚，我们是爱中华民国。所以我在三月万里合作天上秀梦高海的投影，所以咱这个投影干平安。是吧，感谢大家跟好友谊听大家支持，有机会来到这个所在来相聚的问题，就是要保大家平安。所以三总统相聚的是保台湾平安，把咱台海安定，台湾安全，人民放心。所以咱来甲两个咱子弟的秀莫甲合作，关系合作，要甲讲平的。那希望中华卖有战机啦，卖有爱有客机啦，我们要找到现在的好时机，好好两岸建国和平啊，这是重要的，对不对？不然这样子很重要。来到高雄，我感触良多，因为我是南部的，尤其我的哥哥一出外就来到台南，来到高雄，读书就落地生根，直接做医生。哎，我娘哥来到这，心中疼，我听到一点心中吼，一路心中。